基层的靠山陈义真，服务诚恳又热心，问政专业又认真。左蓝立委我们来决定，晚上6点到10点，电话民调唯一支持陈义真。珍姐是乔英在议会的好同事，丽珍姐也同时呢在我们左南地区服务了20年，了解基层的需求，认真负责，也希望说在今天的民调，我们一起帮丽珍姐加油加油。陈丽珍议员是我在议会的好同事，他为人诚恳，做事很认真，今年他要参选左南地区国民党的立委初选，请各位接到电话给他支持，让他有机会参选，让他有机会为左南地区扩大服务，为民争取更多的建设。在今天的民调，我们一起帮丽珍姐加油加油。陈丽珍，赞赞赞！